表扬我们的元旦剑手圆满成功。111年1月1号，那么元旦剑手在园林活动呢，我们正式展开。我们也希望那一天也带来好天气，让我们更有活力。元旦升旗，我们今年规划在屏山步道，那跟公所一起来举办。那我们在7点开始就可以报到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国旗跟这个毛巾哦。那另外的话，走完屏山步道大概是4公里，回到我们原地，那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摸彩品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能来这个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元旦的一个。升旗典礼，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那111年1月1号，让你呢在虎年都能够虎虎生威，然后能够呢这个一全部都拿冠军。当然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说选择在园林来办一个元旦升旗典礼今年特别选在我们的屏山步道，因为屏山步道现在是我们可以说全彰化县最夯的一个景点所以选择在屏山步道，那我们就早上7点开始就开始报道8点升旗以后我们就开始建设当然今年的乡亲非常欢迎各位乡亲能够来报名，我们就从今天开始7点开始开放广播报，开放广播报是1800的一个名额，然后现场报名可以报名200位，因为屏山步道人很多，也希望这次的建所能够非常圆满非常成功，感谢大家，谢谢。容我邀请我们代表会各位代表上台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倒数3秒，3、2、1，请启动，请拉彩带，元旦剑手在园林即刻开放报名。我们谢谢我们所有媒体记者朋友的这个采访哈。我们的这个国旗呢展现着我们的来看一下这里国力哈。好，这一张哈，来，好，我们的国旗也可以这个。